这个我们就是唱的是原调啊，嗯。原调它是降 B 调。舒服是吧？嗯，你不太舒服，咱们不用出那么多声音，咱把状态做到就行了哈。推那个声，那个字儿，那个字儿是个一啊，咱们中文翻译是个一啊，一不是闭口音吗？嗯，所以是吧？一定要学会这个哈，走。
声音。嗯。啊，走，走。幸福的源头向我招手。哎，对，向我招手。这时候就没有听见太明显的肌肉的声音啊！再来一遍啊，走。幸福的源头向我召唤，转眼间来临东方的你，不知道为什么，好，不知道，不知道，别挂着胸腔啊，走。不知道为什么，终日叹息。去唱的话就显得在够那个高音了、啊、是不是、嗯啊、你状态啊再见降 B 调，然后转 F 调，第一个转 F 调，第二次转到降 A 调，然后又回到了降 B 调。嗯，啊，好的，嗯，那么你现在唱的是原调啊。好、嗯，我们再稍微放慢点速度啊，放慢点速度，一个音一个音的都要规规矩矩的在它应该在的那个位置，好不好？这个歌的是个小男仆啊，再走。你们可知道什么叫爱情？你们都了解。好，我们再打开一点。他这个声发写的特别好，把这个小男孩的这个心情啊。忐忑的心情唱出来，走。你们不了解我的内心，你们不了解我的内心。我你看啊，他这个词要想他的词，前面还不错喽，比第一遍好多了啊。比第一遍好多了啊，声音都响在那个地方。好，这一句呢是，你看他一转了调以后，第一声出来要特别的挂胸腔，要特别的坚定。为什么？他很想把真情告诉他们，是不是？他有心情的啊，所以他前面可能还有点忐忑，还有点彷徨，还有点不好，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这次他一开始转调以后，他就想明白应该怎么说了。有，我要把一切交给你们听。好，再来一下啊，哪个地方不好？这个拉西哆拉嗦，这段不太好。拉西哆拉嗦。还是有一点有不安定的情绪在里面啊，走。我要把一切交给你们听，轻轻感觉再也说不清，只感到心中充满热情。我有这份好，也许小船。好，转调了，又转调了。好，咱们说一下这一段 F 调这一段啊。你看你发现没有？这一段多比较多的是什么东西？很明显的对比吧，一会儿说不清，一会儿充满热情，有时兴奋，有时消沉。音符，你觉得它音符哪个出现的最多呀？那个转吗？咪嗦咪。休止符很多，是不是休止符很多？几乎一句一个休止符，咱们听一下啊。听一下啊，他为什么有休止符？你等会告诉我啊，走。我要把一切交给你们听。走啊，往下走。这个人物的心理，是不是？他很胆小，但他想说，但是身份又不允许他完全要暴露出来。好，他给他就是在给这个贵妇唱。啊，你有空的话，你翻一下莫扎特这个歌剧啊，《费加罗的婚礼》，你看一看这个人物的这个，啊，你就知道了啊。好，再来，还来这个啊。好，我告诉你的中文的一个词，就欲言又止。你把欲言又止这个想到这儿，你就会把休止符休止的特别的干净。欲言又止，止住了，没有声音了啊。如果你不想这个词的话，你还会看着休止符，你还会再给一下，还不会很清楚的，就是说停下来。你想到欲言又止就停下来了，走。两个休止符已经过去了哈，走。心情的感觉我也说不清，只感到心中充满热情。我要是快乐，要是小愁。
saw me 那个时候，那个音啊出来了点，走，打开它就不会出来了，走。声音啊，咪咪咪咪咪咪哆哆。好，在刚才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是有点问题哈。好，从这个哆哆哆，不知道为什么终日叹息啊，挂着胸腔开开了说，不追求音量，只要状态，走。不知道为什么，哎，你看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不能唱着不知道为什么多出了一个音，是不是？走。不知道为什么终日叹息，不停地闭着眼，不能问你，不知道为什么等着心就等不起牵引啊。这个地方前面好了，前面没有，他声音要这样出来，不能这样出来啊。好的，哆哆发发，对，走。哆发发起不拉那么长，不拉那么长，预备，走。哆哆起他这个强拍啊，走，从抖抖发发走。出来一个低音，是不是？你还想到往高处唱啊？好，前面好了啊。好，从这个嗦咪嗦咪，好，嗦咪嗦咪，它中间没有浮点，我们不能给它唱成有浮点啊。走。它是有个浮点的，
一定把它唱满了，唱足它，好不好？再来一遍啊，走。我觉得今天有两个点让我觉得是学到点以前没有的想法，一个是您说的那个声音特别明亮的那个声音不要，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有状态然后把声音量音量缩小就是那个明亮的声音了。哦，不是不是，没想到还是要那种靠后的声音。哎，对对对，那种特别明特别亮的那种声音，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它变窄了，他的声音变窄了，变薄了，你想一个又窄又薄的声音，他怎么会有共鸣呢？他怎么有声波传出去呢？是不是？哎，歌唱最终的理念就是说，演唱者花最小的力气，获得最远的声音，最共鸣、最有共鸣的声音，是要这个。所谓的亮了，都是用肌肉用这些地方参与了，他只有参与了他才能出来那种声音。所以你一定要想着永远声音永远是挂着哼鸣，挂着胸腔啊，气息拖着，一定要想着你小肚子那儿气息拖着，在那里很兴奋的讲这个故事。而且声乐难难在哪里啊？其实我们谁不会兴奋啊，一直兴奋，哎，生活中有天天都会有兴奋啊，天都会，咦，你怎么来了，是这样的，它都会有。但是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兴奋所有的惊奇都是一瞬间。歌唱的难就是说这个首歌三分钟，你这三分钟都要保持这种状态，都要保持这种兴奋，不能往回缩。你觉得像我们靠近生活了，一说回来马上声音变，你自己也会有感受，那感受最深的就是听众，是吧？哎，而且说回来以后声音就不对了，马上后面还能听得到，你这一说回来用了喉咙用了肉肌肉了听不到了。OK